小姐今年踏入第十五周年，回顾过去，我哋每年都选出一位美貌与智慧并重嘅亲善大师，将爱心带到香港每个角落以及世界各地。而今晚亦会有一位充满大都会魅力嘅新港姐诞生。1987年度香港小姐竞选决赛现在开始，各位嘉宾、各位观众，请以热烈的掌声欢迎11位进入决赛的佳丽。我是1号李秋妍，在两个礼拜以来，我尽量保持住自己美好的身段，仲将自己的体重由原本的116磅减到110磅，希望今晚以最好的状态同大家演出，多谢。我是6号林慧梅，入了决赛之后，我特别买了很多衣服，希望出席公众场所的时候能够给一个很清新和很亲切的感受，多谢。我是8号温丽燕，入了準決賽之後，我特登食多啲、瞓多啲，希望體態豐滿啲，務求今晚有更好嘅演出。多謝你哋。我係9號黃燕芳，喺準決賽之後，我每日好勤力咁樣練習我嘅化妝，做面部嘅護膚，令到自己更加容光煥發嚟出席今晚嘅盛會中之盛會。多謝各位。我係11號吳遠心，自從進入準決賽之後，我每朝都飲翻啲豬潤水嚟保持面色紅潤。到了夜晚黑就喝翻啲菊花茶，咁就拍生咁仓啦。多谢。我系14号林永娴，喺呢两个礼拜以嚟，我每日都食多咗啲生果，同埋冲咗多啲凉嚟保持心境舒畅，希望今晚我有更好嘅表现。我系16号黄欣，自从入咗决赛之后，我放弃咗不少无敌热嘅表演工作，务求能够集中精神，响今晚以最佳嘅状态同大家见面。多谢。我是18号潘爱玲，入了决赛之后，我得到我的家人和朋友不断地鼓励，在今晚我会全力以赴做到最好，来到答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多谢。我是19号杨宝玲，在准决赛之后，我妈咪每一晚都炖不同的补品给我吃，希望我更加容光焕发，在今晚有最好的表现。多谢。我是20号李美凤，在准决赛之后，我每朝早都步行一个钟头，希望在今晚能够以最好的仪态同大家见面。多谢。我是22号张舒薇，在准决赛那晚，我出场之前紧张到喊，后来我同自己讲一定要给点信心，所以我今晚站在这里特别充满自信，希望大家支持我。多谢。今晚大会师爷何守信先生、岑建芬先生、金国亮先生，多谢各位，欢迎各位嘉宾、各位观众嚟臨香港演藝學院參加第15屆嘅香港小姐競選決賽。每年咧喺呢個決賽嘅晚上，都會誕生一位豔壓群芳、魅力四射嘅香港小姐。係啊，咁我哋數一數14年以嚟咧參加過呢個盛事而踏足個舞台嘅佳麗咧，總共超過400位咁多嚇。而曾經參與咗呢個盛事嘅每一位佳麗咧，都分別能夠咧在呢個大都會入邊各展所能嘅。係。
咁就今晚咧，應該係十五週年嘅香港小姐競選嘅水晶紀念啦。咁啊，對於過去咁多位嘅香港小姐嚟講咧，有好重大嘅意義。咁咧就我希望，我相信佢哋都能夠同我哋一齊分享咁愉快、咁興奮嘅心情嘅。嗱，各位嘉賓，應承我何必一次，以熱烈嘅掌聲嚟到歡迎咁多位香港小姐嚟臨我哋今晚決賽嘅現場。佢哋分別就係1974年度香港小姐張文英小姐。1977年香港小姐朱玲玲小姐，1980年香港小姐戴月娥小姐，1981年香港小姐卢锦祥小姐，1982年香港小姐梁允睿小姐，1983年香港小姐杨雪怡小姐，1984年香港小姐高丽红小姐，1985年香港小姐谢玲小姐，同埋1986年香港小姐李美珊小姐。我非常多谢咁多位香港小姐莅临今晚嘅盛会。我相信15年對一個人嘅人生嚟講唔係太長，但係對香港小姐競選咧就係意義深遠，因為證明咗香港小姐係經受得起時間嘅考驗，同埋受到廣大觀眾嘅歡迎，成為一年一度全港矚目嘅盛事。冇錯啦，何必？而今晚候選嘅11位佳麗咧，將會分別通過4個環節角逐冠亞季軍，同埋今年新設嘅呢個國際親善小姐嘅榮譽喎。係啊，今晚所選出嘅冠軍咧，將會代表香港咧去參加呢個世界小姐同埋呢一個環球小姐嘅競選嘅，而亞軍咧將會代表香港咧去參加呢國際小姐嘅競選嘅喎。咁今晚咧，將我哋4個環節咧，分別咧就係大都會時尚。咁各位佳麗咧，將會穿著以黑同埋白為主嘅色調咧，服裝咧以時裝表演形式出現。另外咧，佢哋會穿著呢個不色彩繽紛嘅泳衣嚟到表演呢個七色熱浪嘅。咁第三個環節咧就係旗袍顯風姿啦。佢哋會著曬呢個傳統嘅旗袍，不過全部清一色係黑色嘅。咁啊配埋呢個名貴嘅皮草嘅披肩，咁啊同我哋傾下偈啦。咁跟住最後一個環節咧就係名花物語贈佳人啦。咁佢哋出嚟咧就會著呢個名貴嘅晚裝同我哋見面嘅。兩位拍檔都好落力啊，將4個比賽環節咧全部嚟講曬俾各位知。咁啊各位嘉賓咧可以慢慢欣賞。不過咧畢竟都係比賽，故此一定有評判嘅。為各位介紹下今晚嘅大會評判團先。佢哋咧分別就係黎敦義先生、劉寶永琴女士、王澤祥先生、王守義夫人、羅康瑞先生。多謝咁多位。咁咧評判咧將會係根據各位佳麗嘅樣貌啦、儀態啦同埋應對談吐咁咧作出呢個公正嘅評分嘅。稍後咧第一個環節就係大都會時尚，就會同各位見面啦，一陣見啦。你做咗15年嘅港姐司儀啊，咁照計我冇乜理由有咩可以考你嘅。不過我又即管想問下你，睇下你嘅急才係點樣，記憶力係點樣？唔得喎，急唔得喎，唔得嘅啦，一定要問嘅啦。第一屆嘅最上鏡小姐係邊位？1975年司徒玲芝小姐，啱喎。最高嘅港姐係邊一位？我呢個我知啊，李美珊小姐，坐咗喺度啦，5尺9寸。5尺9寸。嗯再想想就係最多嘉賓司儀係邊一屆？哦，呢個我又知，1985年啊嘛。有幾多位？6位。你數嚟聽下。真數。係數。楚原、楊群、何鴻燊、周潤發、謝賢。倒轉數一次聽下。謝賢、周潤發、何鴻燊、楊群、楚原。咁得5個啫，冇6個。何守信。啊，係咁啊，抵你真係做咗15年嘅。再有一條問題就係許冠文係邊一屆嘅評判？佢有做過評判咩？咁點 ？Michael 啊，佢救我喂，叫佢自己答。
是1974年啊嘛，1974年啊，你唔使講啦，冇八四你又。八四你唔好講咁耐啊，我八四啊。你係好耐㗎啦，你好老，1974年第二屆。我今年32歲，我有乜理由會七四年？你仲32歲，好嘢好嘢。阿 Michael 啊，你咧就公認咧，俾人哋覺得你係好有魅力嘅。咁不過我好想請教你，乜嘢叫做大都會嘅魅力咧？你點睇？我覺得最近無線好興咧，叫大石就壓子蟹。大都會呢個名嘅魅力，呢個名字係你發明出嚟噶嘛？咁你真係問我點解喎？咁我點答啊？我點答啫？冇錯啦。好啦，試過3次啦。6個月前咧，汪明荃咧就嚟我屋企探我，佢話：喂，我選咗你做我眼中最成功嘅人士，咁我就最成功嘅人士。不過你認為啊？點解你咁成功咧？咁我喂大佬，咁你選我成功人士噶嘛？我點知我點樣成功啫？咁佢你諗下啦，你自己諗下啦。搞到我翻屋企諗到而家4個幾月都唔知點解咁成功。咁所以你認為咧，大都會魅力咧，既然係嘅，即係呢度創作出嚟，應該佢哋回答啊。咁但係你應該咧，以你嘅才智，一定可以答埋出嚟。而家電視啲編導好興呢個大石砸屎蟹呢個風格啊！上個月又去同你一齊去飲咧，有一個無線嘅編導走埋嚟訪問我，佢話：喂，你個個話你係冷面笑匠咧，咁啊真係好嘢喎！我話唔係冷面，咩叫冷面笑匠咧？咁我話大佬，你又問我你發明噶嘛？呢個名詞係。咁我唔承認嘅，我自己唔知幾多表情，你問邵生就知啦。我依牙鬆講就七情上面，最近今朝早自己講嘢屈親呢個教添。咁啊，其實老實實啦，唔該時間啦，係嘛，快啲係咪？唔係，你慢慢講啦。大都會講到魅力咧，講出嚟咧就沉淪唔應該講嘅，只能係感受嘅啫。至我今晚咁睇咧，我睇咗嗰個呢個初賽之後咧，我覺得呢一屆嘅港姐嘅水準咧就係歷屆最高水準噶啦。咁喺佢今晚嘅談吐、身材同埋樣貌咧，嗰個魅力啊，我諗大家喺電視機面前，我今晚都好容易感應到，唔使我哋話公仔畫到出搶啦。啊，你都識到呢個字。對，非常之好嘢。咁啊，今晚俾你兩位啦，拍檔。今年好突破嚇，第一個娛樂項目咧就由 Michael 已經開始咗啦。好，咁啊，14年以嚟咧，港姐競選咧就除咗係呢個選美之外咧，其實都係一個時裝表演啊，何必啊？點解要問我？我要學可唔可以學許冠文咁答你？我點知啊？唔得㗎，呢個我要知啊嘛。其實咧就港姐競選裏邊，除咗靚女睇之外咧，都係有靚衫睇咯。咁所以每年嘅競選裏邊咧，我哋請一啲年輕嘅時裝設計師咧，就為大會設計一啲靚嘅時裝嘅。嗱，今年咧我哋請到年初由貿易發展局主辦嘅全港年青時裝設計師嘅全場嘅冠軍蔡建明先生咧，為大會咧係設計咧黑白配襯嘅時裝俾各位隔離穿著。咁亦都藉此機會咧，可以鼓勵下年輕嘅時裝設計師嘅事業啊嘛。係啊，我哋即刻開始我哋呢個環節就係大都會時尚即將展開。好啊。楊寶玲身高1.69米，佢認為自己皮膚好白啊，所以特別中意著深色嘅衣服，因為對比嘅顏色可以更加突出佢嘅美態。真係黑白分明，黑得嚟高貴，白得嚟純潔，充分咧散發曬大都會魅力。係啊，佢哋啲掌聲包括係俾你嘅，因為咧大都會魅力嘅男士咧，講嘢都零舍唔同啲。唔好咁啦，拍檔，講到魅力有排都未輪到我，何必啊？不過咁啊，講開呢個即係魅力呢樣嘢，有時好多方面都得嘅。有啲人咧就無端端咧帶隊咧就係即係。知乜嘢墨汁眼鏡咧？佢都有魅力。我哋睇到咧，第一個係咁啫嘛，而家。係咯。你就係我身邊呢位啦，阿 Mark 哥，你好啊 ，Mark 哥。點啊？點啊 ，John？ 你做咩要戴個太陽眼鏡？咁啲咩意思先？你而家做 Mark 哥做到嚟呢度？嗰日個導演唔知點解咁叫我去，即係不雅啲啦嚇，咁去通嗰啲渠咧，咁有啲菌走咗入眼咁啊，所以又係因公受傷。因公受傷。發仔嗱。咁你而家你知紅咧就唔係講啦，我哋都任難都唔使做啦。本來我有資格做小生噶嘛，你知啊，即係唔係許冠文嗰啲咁噶嘛，係咪？咁而家你啊一個人做曬，我哋冇得做啦。我請問你，你好有運咧，就能夠同好多位港姐拍過戲嘅。咁嗱，我記得有趙雅芝上海灘啦，係咪？咁啊，狂潮有啊 ，Cora 妙圈人啦，夢中人入邊有楊雪兒啦，係嘛？連啊張曼玉有玫瑰的故事啦，啊，仲有最近啊咩童話個咩鐘楚紅啦咁啦，咁啊好多喎，鄭文雅嘅何必有我喎？仲有啊，好多。咁你見盡咁多靚女啦，咁你有咩意見？你點睇先？
阿芝同佢拍上海灘嗰陣時候，我都係知就好似好小鳥依人咁，即係一攬就咁攬曬，好舒服。點解攬曬先？你講清楚啦，攬唔攬曬？好柔軟嘅身體，攬曬。咁啊，嗰個到跟住到 Cora 就好冷豔嘅，冷豔得嚟咧，即係隔咗層山咁樣，即係唔係咁易不食人間煙火，唔係咁易掂到嘅。即係你試過好多次都掂唔到嘅。咁啊，仲有嗰個就係楊雪兒，佢笑同埋喊都係咁分唔開啊！唔係人，好慘，好慘。咁啊，曼玉就即係聽個名字已經知啊，曼玉嘛，玉即係慢慢玉，唔係即係玉即係你啲國語啊，曼玉即係都要小家碧玉咁嘅，好靚好靚，呵咁樣嘅。咁我仲有留咗邊個啊？係文雅姐就犀利啦，係點樣文雅姐啲人？文雅姐就近我啦，黑嘛，健康嘅膚色，我都成日唔著衫，咋人要走身都屈嘅。用我就同佢近，我又中意歐洲流浪嘅，即係孭背囊嘅，即係我又中意佢啊！我又中意佢，佢同我近嘅性格，大家都係鄉下出嚟嘅。咁啊，鐘楚紅咧？鐘楚紅咪 trouble 咯 ？Trouble。鐘楚紅係最 trouble 嘅。果然大家聽到阿發仔咁多嘅心得之外，大家都已經對佢哋更加深一步了解啦。咁啊，一陣間休息完之後咧，就係七色熱浪嘅時候啦。一陣間見咯。歡迎做咩嘢揸住扎花喺度？俾我講兩樣嘢先啦。第一樣嘢，我見到人哋戴墨汁眼鏡有型，於是乎我戴翻老花眼鏡。另外咧就係啲靚女成日都有花送俾佢，而家咧有靚女送花俾我，不過係花冧未開嘅。呢個事實真係人哋送俾佢，唔係佢自己。真係㗎，啱台下攞上嚟，不過又唔講得佢係邊個啊，驚住有問題啦，係嘛？不過咁樣講開靚女，其實你都過咗唔止一個15年㗎啦，其實見過幾多靚女咧？啊！靚女真係好多啊！香港即係唔係我特別見嘢，即係好似我嗰日喺呢個地鐵一上嚟咧，見到一個就好靚啦。跟住我尖沙咀咧就同我爭的士嗰個咧，我啱想發脾氣，一望又係好靚。連喺中環踩咗我一腳嗰個啊，都好似波姬小斯咁。你話香港靚女之多，見咗咁多靚女，有咩心得咁啊？冇乜心得，我即係私人就冇乜經驗嘅。咁不過即係其實靚嘅嘢咧就係好主觀啊。即係好似我咁咧，都有人肯即係捱氣接收，所以就即係有希望。知咧，知邊個啦嚇？你笑得好甜啊！不過咁樣咧，過去咧喺港姐競選裏邊咧，仲有成我計過有成80多位嘅社會知名人士擔任我哋評判或者嘉賓嘅。咁其中有一位咧，除咗咧公認佢係睇靚女叻之外咧，大家亦都認為佢係美人一個。有啲咁嘅事？有，冇捉住我。在哪裡？冇捉住我。在哪裡？金仔嗰度。係啊，同意得好緊要添。大家而家都一定睇到嘅就係喺我身邊嘅咧，就係無論乜嘢年代，大家都公認佢係美人嘅啦。佢就係何麗麗小姐趙世光夫人，歡迎你趙太。趙太咧，佢同我哋講即係做個評判咧，就佢嘅審美角度咧就橫跨兩個年代。但係我想聽下趙太，咁你覺得70年代嘅審美標準同而家有咩唔同呢？係70年代嗰陣時咧，因為社會啲風氣仲唔及得而家咁開放啦，所以一班人對女性啲要求、啲睇法咧，係除咗佢嘅外表要靚以外，最緊要就係佢要斯文啲、嫻足啲，就好似當時張文英啦、張瑪麗啦，以及大家都好熟悉嘅朱玲玲小姐啦，即係佢哋係好有嗰種中國傳統嘅賢良淑德嗰種形象嘅。對唔住，我啲廣東話好曳。咁80年代咧，我哋又想聽下。而家當然隨住個時代嘅進步，以及社會風氣嘅開放啦，咁而家啲人對女性咧，就不只係要求佢外表靚，最緊要佢要有佢自己好獨特嘅嗰個風格。
另外咧最緊要就係要活力十足，咁充滿咗朝氣。而家有好多女性咧，即係除咗佢哋係有自己嘅事業以外咧，咁佢哋仲從事好多公益、社會福利嗰一方面啲活動，所以咧佢哋真係十力活十足嘅。咁譬如講而家就有鄭文雅啦、梁允睿啦，以及高麗紅啦，佢哋都係我好中意嘅。我想咧，無論用70年代標準或者80年代嘅標準咧，趙太啊，佢本身就已經好有代表性啦。大家同意嗎？多謝你，趙太，交翻俾兩位。梗係同意啦，梗同意啊！專問埋啲齊人都同意嘅嘢。我呢年講咁耐嘢，我眼都未眨過咁望。唔係啦，啊，我真係不過老實講啊，而家呢個即係所謂時代開放呢樣，連男性睇法都一樣嘅。連我哋岑建芬個樣咧係咁唔靚咧，一樣係咁成功，咁多人中意就咁解啦嚇。不過咁靚女咧，有時咧，如果你話著起即係泳裝嚟講咧，我諗唔相信啊，即係啲泳專家咧，唔需要專家啦，一樣係咁靚。係啦，唔好講咁多，好心急，即刻睇《七色二郎》。睇咪睇。一號李秋賢，佢話自己嘅消暑妙法咧，第一咧就要開大屋企嘅冷氣機咧，跟住就換上短褲，之後就飲汽水、聽音樂，做齊曬呢四部曲咧，咁就乜暑都消曬咯。六號林慧梅，佢話自己嘅消暑良方咧就係。買幾十個西瓜翻嚟，進行一個西瓜浴，咁就自然涼浸浸啦。八號温麗燕，佢話買多啲荔枝、龍眼、椰子、芒果嚟當飯食，係最好嘅消暑妙法。因為泰山一家人啊，響森林都係感到個炎炎嘅夏日嘅。九號黃燕芳，佢提議將港島辟做男天體型，九龍咧就辟做女天體型，咁咪最佳嘅消暑方法咯。不過嗰啲唔願意參加嗰啲咧，就唔該佢翻新界啦。十一號伍婉心小姐。他認為最佳的消暑方法就是捉曬啲最憎的人，咁逼佢喺一個美麗的沙灘上面服侍佢，咁就唔單止啊身涼啊，心都涼埋。十四號林永嫻小姐，佢認為去北歐避暑啊，響冰天雪地享受呢個芬蘭浴，就是最佳的消暑方法。不過最緊要啊，要喺冬天儲十份嘅 part time， 儲夠錢先。十六號黃恩，佢有個消暑妙法，就係將所有嗰啲衣服鞋襪擺曬入去雪櫃，咁樣著上身咪有一種涼快嘅感覺啦。不過佢話怕凍嘅咧，就千祈唔好試啦。十八號潘愛玲，佢嘅消暑方法咧就係同男朋友揸住架紅色嘅開篷跑車去沙灘嗰度兜風，一齊嚟編織浪漫嘅幻想，對抗夏天嘅太陽。
19號楊寶玲，她的消暑方法就是在艷陽之下坐著橡皮艇，好像個美人魚咁在綠波之中漂浮，悠然自得。二十號李美鳳，佢話天熱嘅時候最好就係雪凍個西瓜嚟食，食咗咧就唔止透心涼啦，啲西瓜皮咧就唔好俾人踩，仲可以用嚟洗面清潔皮膚，咁咪一舉兩得咯。22號張宣薇。他認為最佳的消暑方法就是學習冰雕這門藝術，既可以在寒涼的環境之下度過炎炎夏日，又可以學到一技之長。唉，何必一人，雖然這裡很好冷氣，但我仍然覺得這個熱力自滅發光。真真梗係啦，有兩種力，青春活力同埋大都會魅力，點講？我都非常同意兩位拍檔嘅講法，不過咧就未算咁嘅。一陣間咧仲有係旗袍剪風之啦，咁啊各位家嚟將會咧穿著咧旗袍，咁同埋一啲皮草嘅披肩，咁啊出嚟同我哋見面，並且同我哋傾下偈喎。咁啊講下佢哋咧參加港姐競選以來嘅感受係點樣？咁所以睇到佢哋外表嘅一方面之外咧，又聽下佢內心世界，一舉幾得啊！一陣再見。何必啊？跟住落嚟咧，應該係旗袍剪風姿嘅時候啦。大家都知㗎啦。係啊，我哋喺開始嗰時講過啊嘛，話咁多位佳麗咧，佢會著曬全部傳統嘅旗袍啊。不過全部都係清一色嘅，咁啊仲會有呢個名貴嘅皮草披肩咧，同我哋一齊傾下偈。最重要大家都想知道的了，這個就是佳麗跟我們聊天的時間，一個人生裏面都有些感受的，參加一樣比賽，她從開始參加比賽到經過面試入準決賽到今晚決賽，多多少少有轉變吧，是不是？聽說裡面有很多相當有趣的事發生，是不是？所以呢各位朋友都可以留意在我們談話之中聽下怎麼說，好嗎？開始了，好嗎？這個環節好好一號李秋賢，佢今次參加港姐競選咧，入咗準決賽之後咧，竟然同佢嘅老闆發生咗啲唔愉快嘅事。咁一陣間咧，我就會同李小姐傾一傾，到底係乜嘢唔愉快嘅事啦。好嘛 ，Janet。你好，金生。用呢個機會咧，你當住電視機前邊同所有觀眾講講，你同你 boss 有咩咁唔開心？我記得喺準決賽前幾日啦，咁我 boss 咧就打電話俾我喎，咁就話驚怕我競選咧就影響到日常嘅工作啦，咁就俾兩個選擇我，一就係叫我辭職唔好做，一就係退出競選。嗯。咁我就心裏邊聽到之後好嬲喎。咁於是乎咧，我就即刻打封辭職信俾佢，話俾佢聽我唔做。咁於是乎，佢就同我講，佢話做乜你咁絕啊咁樣。我話其實公司我咁嘅選擇咪仲絕。係啊，我好同情你。咁你後來你入到決賽啊，佢都冇收回成命啊？啊冇啊。嚇你 boss 貴姓啊？或者我唔想喺度公開佢姓名啊。哦咁樣，佢係男士定女士啊？是一位男 boss， 冇理由嘅，點解咁不近人情嘅？我唔會咁嘅。假設咁咧，我係你 boss 咧，咁啊當我開錯咗口咧，咁我話想你唔好做啦咁。但你又想說服我收回成命嘅，咁你會點同我講啊？係，我會話俾你聽。我結婚都可以結幾次，但係選美呢一生我只可以做一次嘅啫。希望你俾啲啊，李小姐嘅 boss， 你聽到咧，你會好後悔嘅。多謝你，李小姐。多謝你，金生。六號林慧梅，佢話今次報名參加港姐競選嗰陣，男朋友堅持要做佢嘅提名人。
林小姐你好，何生你好。聽講你男朋友堅持要做你嘅提名人，係咪一早同佢攞埋啲報名紙啊，同你打點一切去參加呢次競選呢？其實就真正鼓勵我報名嘅一位港姐嚟噶。咁佢同我講話參加港姐嚟講咧，會一個好難忘經驗啦。咁我諗下，都係嘅，不如試下啦。咁但係當其時嚟講報距離報名日期咧，剩翻個零鐘頭嘅啫。咁我又冇報名表在身喎，咁唯有即刻搭的士去揾我朋友。咁填完表之後，即刻打翻我男朋友講聲，我話我報咗港姐啦。佢話唔得啊，你一定要俾翻我做你個提名人啊，如果唔係你唔准去參加噶。咁我就俾咗做呢個提名人之後咧，咁距離呢個截止剩翻個零字到，咁我即刻搭的士去呢個廣播度加埋呢個表格。啱啱趕到，啱啱趕到，又試得幾好，試到而家都企喺度同我傾偈，就係咁好咯。嗰次啊，時間係比較倉促啲啦。假如有時間俾你再諗過一個提名人嘅話，你會諗邊位咧？我都會諗翻我男朋友。哦，因為佢由頭到尾都鼓勵我啦，同埋好支持我啦，同埋對出邊嘅謠言啊，全部都唔理會啦。如果唔係，我都唔會企喺度同阿何生傾緊偈啦。咁啊係。我成日以為啲佳麗會搭去揾媽咪咧，咁如果一講阿媽打咧，我就諗住阿媽打下邊及住我噶啦。我都想噶，都想啊，都想噶。Sorry， 多謝你，多謝。八號温麗燕，佢話雖然一個人喺香港參選，但係一啲都唔感到孤單，因為喺英國嘅爸爸媽媽不斷咁鼓勵支持佢，令佢信心大增。温小姐你好，又見啦，有機會見啦，真係開心。温小姐啊，你爸爸媽媽喺英國點樣支持你法咧？咁雖然佢哋就唔喺身邊啊，鼓勵同埋支持我啦，但係咧就我媽咪就經常打電話翻嚟香港同我傾偈嘅，咁就仲話俾我知咧就盡力而為啦，叫我同埋俾啲信心自己。咁仲有咧就話我喺英國嘅朋友啊，唐人街道嗰啲朋友。咁就知道咗我參加香港小姐，就好關心我啦，因為嗰度都有好多報章啊嗰啲嘢，即係寫出嚟嘅，咁令到我感覺到我自己好似個大人物咁啊。嗯，咁啊非常之好喎，佢哋嚇咁有心。咁我想問下你啦，如果今晚你當選啊，你送啲咩禮物啊，用咩形式去答謝英國嘅唐人街啲鄉親父老咧？佢哋唔支持你。如果我僥幸入咗三甲嘅咧，我諗我會首先就影張相咧，影張團體相咧，香港小姐嘅團體。咁當然我得冠軍嘅，戴個後冠嘅啦嘛。咁就將嗰張相放大做 post size， 咁跟住咧就貼喺唐人街嗰度。咁另外咧，我如果佢哋上面嘅話咧，我希望能夠請佢哋一個 party 嗰度聚會嘅。請曬佢哋。冇錯，係啦。你喺邊度啊？英國邊度 ？Manchester 嗰度嘅。曼斯特幾多唐人到咧？你估噶？我相信都有成幾千人。啊，咁啊，好生意啊，都係喺定邊個地方咧，就預備同阿温小姐聯絡，因為咧個地方咧就會啊幾千人嚟參加你嘅宴會咁好嘅嚇。多謝你。唔該你。九號黃燕芳，佢話喺港姐準決賽嗰晚發生咗一件令佢好難忘嘅事。咁一陣間，我哋就由黃小姐同我哋講下，到底嗰件事係點樣難忘法呢？好嘛 ，Joanne， 金生你好。我啊知道嗰件咩事啦，你啊同大家講下嗰件事點難忘法。係啊，其實喺準決賽嗰晚咧，開心事有好多，唔開心亦都係有嘅喎。好似嗰日比賽咁啦，臨出場前嘅十分鐘，我同另外兩位佳麗咧就一齊就去洗手間啦。點知無端端突然間聽砰一聲跌咗落地下喎，原來係四號張順浩，係啊，佢跌咗落地下，咁佢好痛啦，咁我嗱嗱聲我就走去扶翻佢出嚟坐喺度啦。咁佢想喊喎，咁我驚佢整花塊面啦，咁我就話你唔好喊啦，因為冇時間補妝出唔到場噶啦。跟住時遲那時快，我叫想叫佢唔好除鞋啦。咁但係咧，佢除咗鞋喎，嚇咁我就話你唔好啊，你除咗鞋你腳腫咗啊，再著唔到鞋噶啦。你應變能力好好啊，點解佢乜都唔聽佢退出咧？唔係啊，因為佢嗰時好驚啊。哦，佢就冇你咁鎮定啦。
係啊，嗰陣我好鎮定，因為嗰啲真唔明我。啊，你咁鎮定咁識應變啊，不如假設係咁咧。而家突然間我問下你，我啊即係暈啊，想掛低啦。咁你點應付咧？即係你想暈地而家咧，都就啦，想暈落你嗰度。哦，咁樣啊，金生你確定啲先嚇。係點？我諗無線嘅效率係好高嘅，係咪啊？贊唔贊成啊？係。咁我諗無線啲職員要即刻上嚟扶住你㗎啦。係冇事啦，已經因為鄭遠喺度，我唔敢暈落你度。但係我跟住，我係一 set 開始講唔到嘢的。哦，你講唔到嘢，唔緊要。我諗無線嘅另一位嘅司儀咧，同下一位嘉賓傾偈嘅司儀，佢一直都會即刻上嚟保你個位。何守信先生，請起。唔該曬，你冇聲行開啦嚇，唔該曬你啊，小姐。多謝你。哇！11号，伍婉心小姐。準決賽嗰晚咧，佢就知道自己能夠進入決賽啦，唔止係開心到成晚瞓唔著，佢屋企人都一樣係瞓唔著啊！伍小姐你好，學生你好，入到決賽自然個個都開心噶啦，咁嗰晚屋企人點同你慶祝啊？冇乜嘢都冇啊！唔係呃我嘛，乜都冇。係啊，嗰晚完咗之後咧，咁我好開心啦，即刻打電話翻屋企咯，諗住佢哋會恭喜我啦。點不知佢哋乜嘢反應都冇喎。咁樣都有嘅，吳家點會咁樣㗎？女入咗決賽又冇反應都有嘅。唉，吳世伯你留意聽啊！係我爹哋咧就同我講話，因為對我好有信心啦，知我實入到位啦。所以我就好開心咁即刻翻屋企，諗住可能翻到屋企佢會同我慶祝啦。點不知佢哋全部都瞓曬覺。哇，過分少少啊！唔得咁早瞓，無線電視嘅節目一定要睇到完嘅，點可以咁快瞓嘅啲又會係嘛？佢哋好攰喎。好攰啊！攰都要睇㗎，你啊真係呢樣嘢。嗱，而家咁啦，而家大家都要睇，咁咧就伍小姐唔該你麻煩你啦。我而家就當你係當選，俾30秒時間，20秒好啦，20秒嗱，向你屋企人講明點樣慶祝，而家講。話明個吩咐咧，吩咐。Hi， 爹哋媽咪，你好。如果我真係入咗圍嘅話咧，我要你哋成晚唔準瞓，等我翻嚟。買定一打香檳，等我翻嚟開啦，直至到天光，跟住咧就同我去一間最靚最豪華茶樓同我飲早茶，搞到你哋冇覺好瞓。嘿，好啊，搞到大家冇覺好瞓啊！多謝你，嘿。哇！你何必有人可以咁樣幫屋企人講嘢吩咐嘅，真係冇得彈啦！好啦，五位佳麗咧要分別見個面喎，仲有6位嘅，一陣再見啦。邊我而家諗下睇下幾多啱唔啱？如果幾冇錯，呢次今年應該係第一次全部佳麗著曬黑色長衫出場。啱啦，冇錯，你啲記性素來都好嘅。不過講起長衫呢樣嘢咧，我覺得佢啊好得意嘅，好蝦人著㗎，的確嚇。不過咧，佢又樣都掂嘅，咩場合咧，即係長衫出去就搞掂。所以諗落咧，岑建芬你哋好似件長衫。你似長衫，點解似長衫？我唔嬲得㗎，我話你嘅人咧，你覺得個個人都覺得你係蝦人，你係好蝦人嘅。但係你咧就我唔抵你，你樣都掂啊！即係嗱，咁又氹一句又打一巴，你就冇辦法㗎，所以真係唔夠你做。呢個事實嚟嘅，真係嗱，咁咧，而家我哋仲有6位佳麗咧，就要訪問嘅咩？係咪？即刻去好唔好？去咯，好。14号林永賢，佢喺泰國布吉島拍外景咧，因為言語不通啊，喺購買紀念品嘅時候咧，竟然咧鬧出咗一個好尷尬嘅笑話。林小姐你好，你在泰國鬧咗個笑話，好尷尬啊！係啊，咩嚟啊？講嚟聽下，大家分享一下先。尷尬笑啊！咁我記得有一次喺布吉島買嘢喎，我睇眼吊燈係膠做嘅，但明明個售貨員話
水晶晶，水晶晶咁喎。咁我好奇怪，佢點解話水晶啦？咁收尾我就同佢拗啦。咁後面冇理佢走咗啦。咁翻到同班家嚟講翻，佢但我大笑我一輪之後就話：你擺咗大烏龍啦！水晶晶嘅泰文係解女仔靚咁解啊！原來咁解嘅，要水晶晶。水晶晶，水晶晶。好啦，咁我想問你一問題啦。香港小姐咧，好多時候都會出外訪問嘅。咁假如萬一你啊流落到某個非洲某地，咁你啊想買紀念品，但你啊唔識講嗰邊嘅話喎。咁啊，如果你當我係售貨員啦，我想請問你有咩辦法叫我賣平啲賣俾你？平啲賣。我諗我會做一個好不滿意表情。做俾我睇啦，我係售貨員啦。板坑慘面都攤到痛。男人啊，猛男。跟住咧，我就會喺我袋度攞我所想俾你嘅錢出嚟俾你睇。攞奶奶滿能啊！指住貨物，如果你咁，如果你咁都唔滿意，咁我加啲啦。等。嗱，跟住再加啲。咁你一路咁加就唔平噶咯噃。加到有，如果500蚊，我最多會加到300蚊到啦。攬，即係賣俾你啦，而家多謝你。多謝你。16号黄恩，佢喺准决赛当晚咧，好似各入选佳丽咁咧，个个梗系匆匆打电话将啲好消息同亲戚朋友讲嘅。但系佢当晚第一个电话咧，竟然系打俾一个佢唔识嘅人。咁究竟佢打俾边一个呢？你好 ，Canary。你好，人人都一定好好奇啦。咁你打俾邊個咧？嗰晚係 call 台嘅小姐，因為我入咗決賽之後咧，我好多朋友就打電話去 call 台留言咧，話恭喜我。但係咧，我有一個朋友咧就對我特別有信心喎，因為喺決賽未完之前咧，佢已經打咗電話恭喜定我啦喎。咁有眼光，一早打定電話知道你實入噶啦。係啊。咁你估佢今晚又會唔會打定電話去呢？我希望佢有。咁咧，當今晚啦，如果你真係能夠入選啦。咁啊，梗係有好多人打去 call 台嘅啦。叫你而家不如趁呢度啦，用電視呢個媒介講一句説話，就講曬俾 call 台小姐聽，同佢覆曬你所有 call， 你會講咩咧？我會多謝我個朋友對我嘅支持。咁好例牌喎，都應該嘅，咁係好多人支持你。咁啊，又當咁啦，不幸啦，選唔到落選啦，咁你會點樣同 call 台小姐講咧？我都會多謝佢哋對我嘅支持。咁啊，咁我希望醜嘅唔靚，好嘅靚啦。我都希望啦。18号潘凱玲，佢話第一次見各位佳麗嘅時候，有一份特別嘅感受喎。潘小姐你好，何生你好。听讲有一份特别的感受，是乜嘢感受啊？是咁噶，喺我第一次同入选嘅佳丽见面嘅时候，我发觉佢哋个个都生得好靓。当时我对我自己嘅信心咧就有少少嘅动摇。后嚟我喺集训嘅过程之中学到嘅嘢实在好多，咁令我增广见闻，对我日后同埋。的幫助咧，實在係好大啦。咁喺呢段時間，我無形之中我嘅信心咧，仲越嚟越大啦。咁我令我覺得今次參選呢個決定咧係冇錯嘅。你嘅決定就好啦。不過如果我學你咁嘅弊啊，見到靚嘅人就會冇曬信心喎。我見到咁多靚女，我咪冇心機做嘢，搞唔掂㗎嚇。你的決定係咁英明神武啊！而家俾個決定你試試先。我隔離嗰兩位拍檔咧，兩個都係拍戲嘅，嚇咁啊！而家你相同條件、相同嘅待遇請你，但係你呢個時間問題只能夠拍一部啫。你估你揀岑建輝啊，揀金國亮？我諗我會揀阿岑先生。揀佢呢個人，惡死我！係啊，因為我個人咧就好中意笑嘅，而阿岑生咧又係喜劇嘅人才。我相信阿岑生執導由我做主角咧，一定會好賣座嘅。哈哈，可以考慮。咁啊，真係點解啊？點答先？你快啲多謝人啦！多謝你，多謝兩位。好啦，
咁啊，應該係輪到下一位嘅佳麗啦喎。十九號楊寶玲，佢係有志者事竟成，今次能夠入選咧，可以話係實現咗佢童年夢想嘅一半嘅。咁至於另外一半咧，就要繼續努力啦。你好，你好，楊小姐。楊小姐，你童年嗰時候有啲咁樣嘅幻想啊？唔係幻想啦，話夢想啦，好嘛？已經實現咗啦。咁啊，點解你有咁嘅夢想咧？記得喺我十歲嗰一年咧，我喺電視上面見到朱玲玲小姐登上港姐嘅寶座喎。咁我就同自己話啦：，我大個咗一定要參加香港小姐喎。咁我嗰陣時仲同啲朋友仔玩選美遊戲添。咁我嗰陣時又冇權杖啦，就用雞毛掃嚟袋住先咯。陰公咧，朱瑩瑩小姐聽得幾開心，幾大影響嚟影響咗呢位少女嘅一生，分分鐘啊！好啦，咁楊小姐，我想請問你啦，今晚就唔係玩啦，今晚係真噶咯喎嚇。咁你而且已經係喺呢度坐企咗喺度啦。我想問你，你究竟最想得咩獎，同埋你諗住自己最大機會係攞邊個獎？哇，好難答。我相信。唔好客氣，唔使客氣嘅。我相信每一個女仔啦。嚟到參加呢個比賽都希望名列前茅嘅，咁我諗我都唔會例外嘅。不過能唔能夠攞到獎咧，就靠各位評判嚟到評選啦。即係用句簡單嘅，你要贏，要攞冠軍。我好相信評判嘅眼光係雪亮嘅。咁樣評判要留意啦，多謝你。多謝。二十號李美鳳。佢自從當選咗最上鏡小姐之後咧，咁少不免喺公眾場合一出現就惹嚟好多人嘅注目噶啦。Elizabeth， 你好。咁先生你好，我見你啊當選咗最上鏡小姐之後，呢兩個禮拜好似笑少咗好多喎，係咪有啲壓力呢？少少啦。點解？因為喺8月2號嗰日咧，我同班港姐一齊參加個慈善活動喎。咁點知咧當我一上場嗰陣時咧，就聽到台下好嘈啦，咁我就好驚啊，係咪嚇你啊？唔係啩？佢都唔緊要，潮流輕靴㗎，唔緊要。不過驚啊嚇。係。咁但係第二次咧，我就見到一件好開心嘅事。咁就係當我遇上我第一個影迷喎。咁佢係一個小妹妹嚟嘅。咁佢就走過嚟，叫我同佢簽名同埋影相，仲一簽簽咗7個名添喎。咁令到我好感動㗎。咁乜都抵翻曬啦，甜到上心頭啦。咁啦，你自己分析一下啦，點解你會得到最上鏡小姐呢個名銜咧？你咩優點可以得到呢？我覺得咧就我笑起上嚟蒙埋對眼都幾得意。呢樣嘢呢樣，你啊眼蒙蒙咧，我哋啊眼瓊瓊嘅睇到嚇。仲有啲咩優點咧？其實咧就應該多謝評判嘅，因為我覺得係佢哋對我嘅欣賞同埋我嘅僥倖先至可攞到呢個獎嘅。一啲都唔僥倖咧，好有實力嘅，大家都會好同意。多謝。22號張舒薇，佢話喺決賽前夕咧，心情既緊張又温馨，因為喺集訓期間，佳麗們特別為佢慶祝生日，令佢非常難忘。張小姐，又見到你，同你傾下偈嚇，首先係想保祝你生日快樂嘅，咁啊當日咁多位佳麗點同你慶祝生日？哦，嗰日係咁嘅，咁我哋彩排完喎，咁我哋食飯下嗰陣時啦，咁啲燈全部熄曬喎，佢哋咧齊齊推咗個蛋糕出嚟，仲祝我生日快樂。哦，我當時真係感動到喊。後來我仲喺個蛋糕面前許咗個願，希望喺今次參選裏邊咧能夠攞到個獎喎。咁但係許咗願之後，我又覺得好矛盾。因為如果我真係得上所願嘅話咧，好似對其他家嚟唔係好公平。咁我諗下都算啦，唔許都許咗，落咪一齊等評判做決定咯。
咁又好啱嘅。不過我又有個要求，而家你又唔能夠特別優待嘅，所以我就幫你咧就攞住件披肩先。Sorry， 唔該曬。咁然之後再問一下你，而家又想再問一下你咧，而家即刻俾你許個願，咁你想許個咩願？我希望我父母親身體健康。身體健康。係。不希望贏唔贏到即係今晚嘅比賽。我覺得如果是我父母親身體健康的話咧，比我贏到的仲重要的，我會更加開心嘅會。多謝你。多謝。啊，各位朋友，各位嘉賓。十一位佳麗先後咧穿咗旗袍，同埋同我哋傾個偈啦，大家了解到佢哋談吐噶啦。本來咧，今日應該係有十二位佳麗同各位見面角逐今晚嘅比賽嘅。咁但係大家知道，邱素貞小姐因為近日咧身體唔係幾好咧，結果係退出咗啦。咁但係今晚咧，佢都係嚟到現場同各位佳麗打氣嘅。我希望今日同佢傾下偈，唔該。我哋一睇到邱素貞咧，而家咁精神咧，我哋好開心。多謝你，你是嚟支持其餘咁多位佳麗嘅，你有咩同佢哋講咧？希望我哋盡力而為啦。咁樣啊，咁你自己退出咗咧，咁我覺得喺呢一方面裏邊講咧，唔多唔少，梗係有啲感想，你可以同大家講啊。有咩感想啊？冇啊，學多咗啲嘢啦。係啊，咁我覺得咧就係做人幾時都係咧有得有失。咁今晚啲佳麗佢哋一定得到好多，我相信你將來亦都會得到好多。我預祝你。好，咁跟住落嚟咧，以下呢個項目咧，我哋喺廣告翻嚟之後咧，就係旗袍顯風姿嘅，一陣間見啦。